天吃个青龙虾，还是第一次吃过这样的，还没吃过呢，从来没吃过。等一会儿给它蒸熟了吃啊，看看怎么样，看看什么味道。蒸熟了，哎呀，你再吃看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看这里面，哇，它那里面烫手，这个壳子挺大。哎呦，哎呀，看着这个肉挺嫩，这个虾线，哎呀。好吃，你们总说虾线虾线，下我注意不弄就，但是这个虾线上怎么是沙子？还有这沙子，把这个头给拿里摆一摆啊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一万两，拿来着，但是呢，拿上来有点小光。